年呢十二月份才露石钟山才会露出这些地表的溶洞群，那么今年呢八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全部露出来了。这些溶洞呢都是当年苏东坡呢月夜泛舟考察过的这些溶洞，所以呢现在正好又是旅游旺季的时候，所以有很多的游客呢他们看到这个水溶洞退出来了以后，他们会到下面来参观。